好不好？大家出来玩，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今天是马丁啾的班，搭乘的这一艘是小航海志谦船长的船。那今天跑的水路时间有点长，今天是跑那个大屿东。大屿东的红杆班，我印象中是我没有出过，我只有出冬瓜赖，大屿东没钓过。我上次去大屿东是钓那个两天一夜的刺马，那个公主268小叶船长的船。那今天到大屿东哦，我们是去钓红杆，不知道钓不钓得到啦。我今天跟各位讲，我连冰箱都没有带，我连冰箱都没有带。今天我们要来试看看，因为我很久没有把鱼交去卡玛店卖了，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我们今天把鱼交去卡玛店卖，所以今天我的冰箱是跟那个深澳渔港港边在收鱼卖鱼的阿奇跟他租借的冰箱。那钓回来之后咧，我们就交给阿奇拿去卡玛店卖，看到底能够卖多少。我跟各位讲，钓一只我也拿去卖。那如果钓不到就没办法，钓不到我们就付那个租冰箱的钱，好不好？那今天是12点集合，因为今天集合的时间有点早，因为今天跑的比较远。那我们今天最后再来看看今天能够钓多少鱼，然后能够卖多少钱。那等晚一点我们就出发钓它。老谢的生活日常。点了，哦，好冷哦，有点晃，有点晃。刚起床，我们先用手杖暖身一下。好了，螺旋干完了，热身完了，换垫脚。
爸，红灯又吃早餐了哦。天亮了，该咬了吧？吃早餐了哦。100米哦。红灯老了。志谦哥哥，我们灯要不要关了？现在大概9点，我还在跪。哎，我不寂寞是不是？台客也在跪。现在有几点？大概20分钟的时间。好，我们来躺一下，养精蓄锐，看起来会不会开壶？哎，到点了，下杆，希望这个点可以开壶啊。我们又移点了，刚刚之前船长大概就开了大概1个小时的深入时间，我们现在来到冬瓜濑。冬瓜濑我记得我之前也来过，那一次钓的还行，好像钓4、5只还5、6只吧，太久忘记了。我们到现在还没开壶，现在大概12点，希望在冬瓜濑可以开壶啊。我想说这个太轻了，九包，可以来通道哦。哎呀，这大缸吗？它不用了。开壶了啦！谢谢船长啊，我们在冬瓜濑开壶了啦！我们又移了一个点，这里是哪里我也不知道，反正浪就对了。最后一套了，这一套拉完我们就回港了，看有没有下课鱼啊。爸，最后一套80米，哇，很漂亮啊，到底99啊。
80，一坨啊！80一坨啊！对啊，这都外面嘞，不是北山嘞，看到花应该就要摇了。命呐！来客，干嘛？要看花是不是？没有，我在那想说你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摇。我人家叫过去说哦，带一坨花，要骗我下杆是不是？我靠！我靠！这真的是一大坨啊！啊，就不摇啊！这真的是一大坨啦，我没有胡乱啊。我说他抉择是正确的。哇！又是中弹中，有三块半啊！全船的希望。哇！可惜。对哦，对。我也有咬的，之前又说再套。大咬总在88号，又是这一杆。好了，再一套，再一套。好了，再给我一套。那一分钟要给再一套。加码一套。有咬。船长加码一套。北风北了。中间没人碰到。哦，你的时候又有咬坏在耶。真的要下课了，大概9:30到10:00会到港哈。OK， 收装备回港了。我们从日出钓到现在日落，从早上的5点钓到现在5点，手都快废了。但是好消息是，还好我今天没龟，我今天钓了一只，一只独秀。台客也没龟，台客也是一枝独秀。我很久没有教育给他起了，这一次交给他拿去卖，看到底那只可以卖多少钱。因为今天跑比较远，所以我们现在回去港边大概要5个小时，到港大概9:30、10:00，这个时间哦可以补一下眠，因为浪了一天真的累。那如果对大雨冬跟冬瓜赖有兴趣的观众朋友，记得找志谦船长或者马丁钓具的马丁哥。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还没订阅老谢频道的小股东，请按下面加入，然后后面会贴上我这一支红杆到底卖了多少钱的收据。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我今天的生活，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爸爸，下课了，下课了。